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零二三年注册会计师考试《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这门科目。我呢是这门科目的主讲教师杨波。那么从今天这堂课开始呢，我们将正式进入到我们本书的第五章，也就是公司治理这一章节的知识点和考点的讲解。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第五章的第一节《公司治理概述》。那么说到公司治理概述，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入门章节。 也就是简单的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公司治理，为什么会出现公司治理？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要想了解公司治理，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历史。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知识点：企业的起源与演进。对于企业来讲啊，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古典企业制度为代表的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还有呢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代表的公司制企业。 这个大家先要有个印象哦，这两个是古典的，这一个是什么现代的？经历了这三个阶段。那我们在具体的每一个，为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是业主制企业，业主制企业呢是最早存在的企业制度，其发源于啊工业革命时期，由传统的家庭作坊演变而来的手工工厂组织，是由呢自然人个人投资成立和经营控制的组织，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 对专业化分工合作生产提出要求的必然产物，这就是我们说的业主制企业。有人说，老师，这个业主制企业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我们中华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不对啊？工业革命时期以前啊，当然这个工业革命是英国那边开始怎么样推动的啊。那么在这个以前，那我们那些叫什么呀？我们那些叫作坊哈、啊，确实这个样子。业主制企业是最早的一种什么呀？企业形态。 这个要注意，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呀？啊，都是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作坊，它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要注意啊。那我们说呢，这种业主制企业它不具有法人资格，对企业的负债承担一个什么呀？无限责任。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具有法人资格呢？很简单，法人资格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是在我们公司制企业这个阶段诞生的。一旦你有了法人资格，你就独立的享有一定的什么呀？ 相关的民事权利，对不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业主制企业，我们是承担的什么呀？无限责任，因为你没有法人资格，你没有办法独立的来对什么呀债务负责。那么这个时候，你所谓的业主制企业，它就不是个企业，它就是以业主为单位进行经营的一个组织。那么最终谁来偿还这个债务啊？业主来偿还这个债务，对不对？ 在我们公司制企业的时候，是以法人，也就是公司本身的资产来承担债务。比如说，我现在盘点了一下，我公司的资产还有多少啊？还有二十万。我的注册资金呢？哎，就是二十万。那么按照公司法规定，我们一般来讲，公司要在它注册资本的范围内承担一定的什么呀？偿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对不对？那正好我欠了外边二十万，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现有的资产二十万卖了，偿还就可以了。 对不对？那如果我欠了一百万呢？我卖了这个二十万还给人家了，我还剩八十万的债怎么办呢？一盘点，公司没有资产了，那我们就怎么样申请破产清偿，对不对？哎，我申请破产，剩下八十万不还了，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民事主体怎么样消亡了，对不对？因为他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法人资格，所以公司就是公司，他有多少就还多少，他没有了就把它干掉、注销掉，对不对？破产清偿掉。 而我们在业主制企业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业主制企业不具备这个法人资格，所以呢，如果这个业主制企业签了一百万啊，盘点了一下，把锅碗瓢,瓢盆都算着，一卖卖了二十万，剩下还有八十万怎么办？业主自己来还，对不对啊？你跑不了啊！你说我注销，对不起，你没有一个独立的法人资格，你注销什么？你注销，对不对啊？公司就是你，你就是公司，你们俩合二为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剩下的八十万。 以业主的个人的资产来进行什么呀清偿，对不对？有房子有地的卖房子卖地，没钱没房子没地的怎么样？是不是你们家还有喜儿？对不对？你看这个古代的这个电视剧里啊，不都是这样演的吗？对不对？反正你得还，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业主死了，对不对？都不行，你的子子孙孙还要继续怎么样还债还清为止。所以在业主制企业那个年代，我跟你讲。 做老板是个高危行业，对不对？做得好还行，做得不好一辈子就完了，对不对？不像现在，所以这是我们说业主制企业。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业主制企业的优缺点。那么在看之前，先要给我记住哦，业主制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对企业承担什么无限责任？对企业的债务啊承担无限责任。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优点，优点呢一共有三点，一定要把它有个印象啊。第一点，企业内部组织形式简单。 经营管理的制约因素非常的少，经营管理灵活，法律登记手续简单，容易创立和解散。为什么呀？因为业主制企业的经营者、所有者只有一个人，就是业主本人，对不对？你想想，谁去管他呀？啊，业主不会自己定个规章制度来管自己的，所以他就是一言堂，他说的就算，他想让公司向何处去，公司就往何处去。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组织形式非常的简单，对吧？制约因素非常的少。 然后经营管理非常的灵活，一拍板想怎么经营怎么经营，对不对？而且呢，他自己啊，我们今天干，咱们就怎么样、啊、就干，明天不干就立刻解散，所以呢，特别的怎么样啊，随意化。这是我们说业主制企业它的第一个优点。有的时候到了现代一个公司制度里边，你有没有发现制约的因素非常的多呀？各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还有企业的一些什么呀？企业的一些我们说这个相关的这个。 这个内部的一些什么呀，约束性文件，对吧？都有可能对我们产生一定的约束。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股东啊，我想怎么样有话语权？对不起，你又不是唯一的股东，对吧？啊，得看你手里的股票，对不对？你能不能占到一个绝对的多数，你才有话语权。你没有，对不起，你排行老二都不好使。所以，经营管理的这种制约性的约束非常的多，对吧？而且你想成立一个公司也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几年呢，我们说这个国家才开始怎么样啊？渐渐的把这些注册公司的手续啊，把它怎么样啊？哎，把它简易化，对吧？你说容易创立和解散吗？创立就有点难，对吧？我都是找中介去帮我注册公司，解散的时候更难。我跟你讲，大家有注销过公司吗？原来那会儿业主之企业说不干就不干了，把牌子一摘，对不对？我们关门大吉了啊啊，就完事儿了。现在我跟你讲，你到工商、税务、银行去办各种的什么呀？各种的手续。我跟你讲。 你注销个公司，注销到一半你都会崩溃。你说不行，我就再继续经营吧，对不对？啊，很多的企业家都是因为这个状态，后来怎么样发家致富了。本来当时已经快不行了，赔钱赔的都不行了，都要注销了，对不对？就不想干了。然后注销的过程中一看这么麻烦，这么繁琐，我的天呀，对不对？继续干吧，结果哎，这么一干，运气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注销手续这么麻烦，可能也是为了怎么样啊啊，保证我们这帮企业家的一个什么呀？ 这个权益对吧？不要轻言放弃，对不对啊？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们通过制度上来约束你，让你很难注销。你是不是还有机会怎么样东山再起呢？对吧？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当然，国家也在优化这方面的一些程序。反正我注销公司的时候，我还花了好多钱，找了找了个中介帮我注销，就那样还花了两三个月啊，崩溃了我都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现在制的公司，原来没有这么回事，很简单。 第二个呢，我们说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均归谁啊？业主所有，他一个人说的算，这企业就是他一个人的，对不对？所有的事儿都归他管，所有的收益都归他。业主呢，享有完全的一个什么呀？自主权，便于发挥呢其个人的能动性、生产力及创造力。为什么会哎这个便于发挥他的个人能动性、生产力和创造力呢？很简单，所有收益都是你的呀，没人跟你分呢。你创造一百块，你就得一百块呀，对不对？ 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不高啊？高啊，自己的事儿啊，对不对？第三点，业主呢自负盈亏，对企业的负债承担一个无限责任，个人资产呢与企业资产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当企业出现一个资不抵债的时候，业主用全部的资产来抵偿。因此呢，业主会更加关注预算和成本控制，来降低经营风险。这一点是不是也很好理解啊？对不对？刚才我们讲了无限责任了，所以面对这种无限责任，企业的经营者，也就是这个业主，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谨慎，他会小心，他会很怕企业出现什么呀？错误的决策，所以他就会更加关注我们的预算和成本控制，来降低经营风险。所以业主制企业他求的是稳，因为一旦不稳，一旦出事儿，我的天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对不对？慢慢还债吧，你，对不对？啊，本来好好的卖个面条，最后怎么样啊？啊，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己多年攒下的积蓄都赔光了，那多惨，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什么呀、啊？哎，业主的企业它的优点，当然这个优点来讲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的人认为这是优点，有的人认为这是缺点。当然看从哪个角度来讲，从稳步经营的角度来讲，这当然是个优点了，因为风险大，所以企业怕出事就求稳，一稳企业就容易怎么样啊？就容易活得时间更长一些。那你说是不是优点？是优点，但是也同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是缺点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缺点。 缺点呢有四点。第一点，所有者只有一人，企业的资产规模非常的小，资金的筹集困难，企业呢容易受到资金的一个限制，难以扩大生产规模。这个是不是很好理解呀、啊？对吧？一分钱难倒什么呀？英雄汉，你一个人能有多少钱去经营啊？当你想扩大经营的时候，处处都要花钱，对不对？多几个合伙人不好吗？多几个人跟你怎么样啊？哎，来分这个钱不好吗？对不对？我说的分是分摊的分啊。 啊，不是分利润的分啊，分利润的分，我们在后边会讲到，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现在你看，在座的各位想创业的时候都会怎么想啊？有人想单打独斗的吗？没有，总想拉几个兄弟，哎，咱们要不要一块干点什么呀？对不对？为什么呀？真的一个人拿不出这么多的资金来，对吧？你现在做个美团这样的一个营销，对吧？做一个小红书，你知道多少钱的，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业主之起，由于你。 所有人只有一个，没人来跟你分担什么呀？相应的运营资金，对吧？啊，扩大规模的资金，所以呢，你在扩大规模上就会陷入一定的瓶颈，真的是怎么样？没钱。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企业的所有权、收益权、控制权、经营权高度统一归业主所有，使企业的存续受限。那么受限于什么呢？业主的经营意愿、生命期啊，继承者的能力。很简单，对吧？第一个经营意愿，业主就是很任性。 我想不干就不干了，我心情好就干，心情不好就不干，对不对？那你说从企业自己的角度来讲，企业是不是风险很大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从生命期的角度来讲，业主挂了，对不对？死了，这个时候这个业主之企业怎么样？自然就消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再有，由于所有权、控制权、收益权、经营权高度统一，归业主所有，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业主挂了之后啊，那企业没有消亡，而是有人继承了。那么继承者的能力是不是也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是这个道理吧？原来他爸爸经营的时候，那、啊、这个业主之企业啊啊如日中天，对不对？天天赚翻了。结果呢，他儿子一经营的时候啊，少东家就不行，能力不够不足，企业过两天就倒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个人和企业。 绑得太紧了，人就是企业，企业就是人，啊，人和企业合二为一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存续就很容易怎么样受到约束。你想怎么样啊？百年企业啊，什么千年企业基业长青就太难了。只要你这个人一出问题，对不对？企业就立刻消失。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呀？缺点对吧？不像我们现代这个企业对吧、啊？股东死了死了就死了呗，啊，股票还可以继承呢。 对不对？啊，还不是一个股东，还有那么多股东呢。你死了，不影响企业什么呀？对不对？啊，那么再有呢，我们说第三点，企业经营者呢也只有所有者一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限制在个人内的人力资本就可能会影响到组织决策的一个质量。这一点也很简单，对吧？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我们说呢，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是个道理吧？所以当有人跟你一起来进行一个什么呀？ 决策的时候，他的决策质量就会怎么样偏高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要求进行一个集体决策，为什么不搞一言堂啊？就是因为你限制在个人内的人力资本会影响你的决策质量，对吧？你能说你就那么厉害？你能说所有的决策你都是对的啊？你能说你在决策的时候想到了所有的问题，对不对？就那么完美完善？不一定，他需要靠其他的人帮你来怎么样啊？提供一些建议，给你提醒提醒一下，对不对？ 再一个来讲啊，我们说，当你做决策的时候，可能这个领域你擅长。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多元化经营了，有别的一些什么呀业务领域了，你可能擅长 A 领域、B 领域、C 领域，你都擅长啊。你可能是 A 领域的专家，B 领域、C 领域你也是专家呀。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其他的人帮你来怎么样来分担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限制到你的什么决策质量，对吧？ 那么再有呢，因为我们的业主承担无限责任带来的风险较大，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缺乏动力进行创新，不利于新产业的一个发展。刚才我们讲，这还是一个优点呢，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风险大，所以企业就要稳啊，就要谨慎，对吧？但是稳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你过稳，不愿意啊冒承担高风险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呀啊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必然会怎么样啊？低风险低收益。 那你说你能发展得起来吗？啊，很难发展起来，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业主制企业的缺点、优点、缺点给你标了这么多的颜色，一定要记一记。有人说啊，这是高频吗？不是高频啊，这是中低频考点。那你还让我们记？哎呀，这个知识点啊，这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原来是别的章节的一个小节，后来在前几年教材修订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单独拿出来成为了一章啊，成为一章之后呢，前两年就没怎么考过，啊、就出了一道选择题。 所以这里边的知识点，说句实话，在历年考试的角度涉及的并不多，但是这两年开始多起来了，又有选择题，又有主观题，所以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像这个知识点呢，从我们大纲的角度来讲，我们大纲分三个掌握的等级嘛，一、二、三嘛。这个这个标注的是第一啊，一等级，一等级呢，基本上就是理解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一般一出的就是简单的选择题，一般二出的就是简单的这个选择题和什么和简单的我们的。 主观题啊，然后我们说三就是综合运用，那一般出的就是综合题，往往它是这么来考啊。当然，综合题也是我们的主观题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啊。所以也要有个印象啊。一般这儿怎么考呢？一般这儿的考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业主制啊、合伙制啊、公司制啊，他们的各自的优缺点给你放在什么呀选项中，让你来选谁是业主制的优点呢？谁是业主制的缺点呢？对不对啊？下列关于业主制说法正确的是啊？下列关于什么呀？ 啊，我们公呃公司制啊，或者说合伙制说法正确的是啊，一般就是这么考的比较多，所以你要有个印象啊。我说的是要有印象，但是这个印象你还要特别注意业主制和合伙制本身。业主制和合伙制呢，他们俩区别就不大，所以他们俩的优缺点呢就特别的相近，你就需要注意原文了，你别到时候分析的时候你说，哎，这个好像是业主制的优点，哎，这个也好像是什么呀、啊，公这个合伙制的优点，哎，到底是谁的优点呢？往天上扔个纸团诶哎，一看。 嗯，就选 A 了，对吧？这不是跟蒙一样吗？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告诉你他会怎么出题了，你就尽量把它掌握，好吧？高频的我会告诉你，但是我们的考试不仅仅只有高频呐、啊，对不对啊？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什么诗和远方，对不对？所以眼光放长远一点，对不对？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脑子有问题，你是不听老师的，对不对啊？你好好的要听老师的话，好好的把什么呀相关的知识点掌握，它是压通过率的，好不好？ 并不是说你这个三十分代表了你就什么都不会，你可能挺挺不错的，你可能裸考上证考了六十，压到了三十，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你要研究这个考试这个东西，研究了之后你才知道该怎么复习。别以为还上大学呢，大学你听说过不过的吗？大学你听说过这个这个这个这毕不了业的吗？很少，对不对？极个别，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大学只要你你能正常的从大一熬到大四，基本上都能拿到个毕业证，对不对？ 所以不要按你大学的学习方法来，怎么样？来揣测我们这个注会的一个学习方法，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你应该回到高中和初中的年代，好吧？让你记你就记一下，没坏处啊。当然这是中低频考点啊，说了。那么再来看呢，合伙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呢是由两个或者多个出资人联合组成的企业。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业主制企业有几个大问题：第一个，钱从哪儿来呀、啊？我一个人就这么点钱，我想扩大经营，扩大不了啊。 对不对？第二个决策怎么办呢？我一个人，对吧？只有一个臭皮匠，我去哪儿找另外两个臭皮匠啊？对吧？也没人跟我愿意一块决策呀，怎么办呢？引入合伙人呗，对吧？人多力量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引入了两个或者多个出资人，咱们一块来经营合伙，对不对？那么基本特征上呢，它与业主制企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上的区别，同业主制企业一样，合伙制企业呢也没有法人地位，所以合伙人怎么样啊？ 也要对外承担什么呀？无限责任，对吧？合伙人是我们的民事主体，说白了，企业和人还是分不开，只不过我们的业主制企业和人是一个人和一个企业，合伙制是几个人和一个企业，对不对？业主制是出了问题，业主一个人要拿自己的个人的资产来还债，对不对？只有一个喜儿。那么合伙制呢？啊，这就有意思了，对吧？合伙人都要以合伙人。 各自的个人资产来还债，同时怎么样啊？啊，我们说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对吧？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一般业主制和合伙制啊，往往万恶的旧社会会比较多。实际到了现在都是一个公司制企业了啊。现在很少有人听到什么承担、啊、无限责任，对吧？那么在合伙制企业中呢，企业归谁啊？出资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啊，然后呢，并且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或者呢承担啊亏损。 对企业的债务呢，承担什么呀？无限责任。那么一般意义上来讲呢，合伙制企业运行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这样的一个契约关系之下。合伙人呢，原则上拥有平等参与企业决策的权利，以及呢，平等承担企业责任的义务。这是我们合伙制企业它的概念推导出来的一些内容啊，先要有个印象，好吧？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合伙制企业的优点。首先第一点，扩大了资金来源。 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生产发展，部分缓解了业主制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不对？原来你只有一个人出资，现在引入了合伙人，对不对？钱多力量大，对吧？第二个呢，我们说合伙企业虽然拥有了多个产权主体，但是其产权结构完整统一，更有利于呢整合发挥合伙人的资源优势，促进人力、技术、土地、资金等等这些什么呀资源共享，部分缓解了业主制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啊，这一点也很简单。 对吧？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就是这个道理，对吧？而且我们说这些臭皮匠各自有各自的资源，既然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对吧？共同的什么呀？合伙制企业，那我们就把这些力量全使到它上面来，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力量就显示出了什么呀？它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说这个合伙人共同经营企业，共担风险，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集思广益，在一定程度上。 分散了我们经营的压力，那么这是我们说合伙制企业它的优点，是不是很简单可以理解？基本上原文有个印象就可以了。那么再来呢是它的缺点，缺点呢只有四点。第一点呢，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一个什么呀无限责任，风险较大，对吧？因为这个无限责任真的还蛮恐怖的啊。第二个呢，我们说合伙人之间呢缺乏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监督履责困难，可能产生一种什么呀搭便车的行为。 单个合伙人呢，没有全部承担他的行动引起的成本或者收益，在无限责任下，这种外部性呢，导致了很大的连带风险。啊，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我们几个人虽然合伙，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合伙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就是什么呀？共享收益，对吧？没错吧？但是共担责任，那就有人怎么样搭便车？这个搭便车就是什么呀？我跟你合伙，我掏点钱，然后我甩手掌柜了，对不对？ 爱好不好，但是我相信他不敢不让他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意思呢？我做了甩手掌柜之后，另外一帮合伙人一看我做了甩手掌柜，他们会怎么做呀？他们也做甩手掌柜不会的，他们也会好好经营这个合伙制企业。为什么呀？一旦说出现了亏损，一旦说经营的不好，他们也要承担责任的。他们为了保证自己没有承担责任的风险，所以他们。 无论你愿不愿意好好干，他们都会好好干的，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呀？连带，所以就会有人怎么样搭便车，啊，这是一个很恶心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再来呢？第三点，在经营管理决策中呢，合伙人之间产生的分歧带来了很多的组织协调成本，降低了我们决策效率。因为合伙制企业可不是你一言堂了，合伙制企业简单来说，每个合伙人都有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决策的权利，对不对？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约定谁出资多点儿，谁出资少点儿。但是一般来讲，在决决策权利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作为合伙人，虽然我出资少，但是我也有话语权，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对于企业的目标呀、经营决策呀，就会有一定的分歧啊。不像原来一个人说的算，我说这么着就这么着了，对吧？因为每个合伙人呢，他站的角度不一样，维护的利益不一样，所以这种分歧是很正常的，所以就会降低我们的决策效率。 第四个呢，我们说合伙人的退伙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寿命，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合伙制企业是以什么呀？合伙人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架构起来的。那么当合伙人没了，剩一个人了，对不对？这个企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就没了，对吧？所以这个大家我们要注意啊，合伙人的退伙会影响到什么呀？生存和寿命，这是我们说的缺点，也是很简单，大家把它理解消化一下，有个印象，好吧？一定要记住啊。 因为基本上 A、B、C、D 四个选项就是考原文，所以你这个印象还不能说完完全全只记关键的核心思想或者理解关键的核心思想，还是要把一些文字呢，要知道哦，这是我们合伙制优点里的，这是我们合伙制缺点里的，那这个地方出题才不会怎么样丢分。那么再来是我们公司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呢，是企业制度与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适应变迁的结果，是现代经济生活中呢主要的企业存在形式。 那我们说前面业主制和合伙制，很多老板都吃了亏了，对不对啊？很多老板呢在创业的过程中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怎么样？家破人亡啊，很崩溃。所以他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制度能够保证我们这些什么呀创业者的权益呢？对不对？你照这样谁还敢去做生意了？对不对？这高危群体啊，一旦欠债就怎么样个人的家里的资产全都没了，妻离子散的。所以后来他们就研究出了什么呀？公司制企业，让公司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法人。 这个法人以他自己的什么呀资产、注册资本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会牵扯到什么呀，牵扯到这帮股东或者说这个创办人呢，啊，这个合伙人呢他们的个人的资产，这就鼓励了什么呀？大家去投资创业，对不对？我投一百万，我就在一百万范畴内来承担风险，对不对？一百万没了就没了，它不会影响到我手里的另外五百万。那你说这帮人就会愿意怎么样啊？去投资干企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得以了促进。 对不对？原来的时候，我啊，你得你得纠结好久啊，你得先转移资产、转移财产，才敢去创业，对不对？开玩笑这么讲啊。所以这是我们说公司制企业它的一个什么呀、啊、优势之所在。那么公司呢有三类主体，大家要记住。小选择竟然出过这啊，股东、公司管理者和雇员。记住啊，公司制企业的三类主体指的是这三个，一定要有个印象。那么再有呢，我们说企业呢越做越大。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不管是这个业主也好，还是合伙人也好，他们怎么样力不从心了，对不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公司制还衍生了一个什么呀？我们说这个啊，这个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相分离。为什么会分离呢？很简单啊，它跟前面不一样。我们的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都是老板亲自参与经营、参与管理。那么在后来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我们说这些老板呢？ 啊，这些这个创始人呢，他们没那么大的精力，没那么大的什么呀，哎，那、这个能力来、哎、怎么样了、啊，或者说不够专业来管理公司的相关业务，他们就需要请一些职业经理人。那么这些职业经理人出现之后呢，这些原来的老板就退居幕后了，对不对？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他们就变成什么呀？哎，简单的投资者。对我只是出钱，企业你们去管。所以公司制企业大大量呈现一种什么呀？所有权和我们说控制权，他们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分离。 就是职业经理人来管公司，老板只是出钱成立这家公司。当然，我们说这这是大部分企业啊，也有一一些企业，呃，现在来讲，我们说投资人不放心自己的孩子自己来管，但是他也会雇一些什么呀职业经理人。那我们首先来了解呢公司制企业的特点。公司制企业呢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有限责任制；第二个是股东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相分离；第三个是规模增长与永续生命。 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在介绍之前呢，大家先把我们公司制企业三个重要的特点有个印象。一问到公司制企业的特点，就想到这三个方面啊，理解起来都非常的简单啊。第一个，我们说有限责任，前面我们讲了是一个什么？无限责任。什么叫无限责任呢？再回忆一下，所谓的无限责任就是，哎，我这个业主制企业或者合伙制企业欠了钱了还不起了怎么办啊？我们说啊，创始人、合伙人。 或者业主要用自己的个人资产要去填这个窟窿，对吧？那么有限责任呢，跟它不一样。有限责任指的是公司应当以其什么呀？全部财产来承担清偿责任。那么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呢承担责任。具体而言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刚才说了。 还钱的时候，先看一看公司还有哪些资产，还有哪些钱，优先以公司的这部分现有的他所拥有的来偿还，对不对？那么当公司破产清偿的时候，那股东呢，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了来承担什么呀？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出了一百万，对吧？在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那我最多就承担一百万的责任，超过一百万跟我没关系，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有限责任的两层含义。那么有限责任的优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涉及了三点。第一点呢，降低了股东的风险，激励了投资行为。前面我解释过了，对吧？原来我创办个企业，投资个企业，风险太大了，对吧？连带责任还不起了时候，要以我个人的这个资产去偿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怎么样啊？我就要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去创业？要不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对不对？ 那么现在来讲呢，没有关系了。我投一百万，最多这一百万就打了水漂了，不会牵扯到我个人的资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愿意去怎么样去投资了，对吧？因为我也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是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了，因为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鼓励了什么呀？投资行为。第二点呢，促进了资本的流动，股东呢自由转让股份、转移投资风险的行为呢，也推动了现代证券市场的发展。原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合伙制也好，业主制也好，它是不存在什么呀？我们说啊，这个资本的一个转移的，对吧？或者说叫做股份的转移的，你只能退伙，对吧？你想转移给别人，一般来讲他们是不允许的。到了我们公司制企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允许了，对吧？我们的股东可以自由的转让，它可以随时怎么样退伙。公司制企业不会因为某个股东退伙了，不会因为某个股东啊去世了，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什么呀发展或者生命，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也比我们前面讲的业主制啊、合伙制啊要先进的多。第三点呢，相较于无限责任制下，投资者为了避免承担与自身投资收益不成比例的巨额债务而需付出的高额监督成本的局限性，有限责任制呢可以转移多样化、分散化的投资风险，极大的降低了大部分中小股东的监督成本，实现了减少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成本的目标。因为我们说了，前面会有很多的什么呀，搭便车的行为。 对不对啊？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呀？啊，我们说无限的一个连带责任，而我们这种有限责任就无所谓了，大家都可以搭便车，没有问题，对不对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啊，在我们现阶段这个公司制企业里边，我们有一个什么？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后边我们会讲到，这个用手投票呢，就是积极参与公司的决策，参与公司的管理，积极的献计献策，希望公司越做越好。 用脚投票是什么呀？我觉得你不行，我就怎么样卖掉自己手里的这个股份，对不对？我就离你远远的，对不对？我就套现走人了，你跟我再无关系，你爱好不好。而我们原来你是跑不掉的呀，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些股东就不再怎么样啊，需要怎么样啊去监督了，因为我跑得掉，所以你好我就继续把钱留在这儿，你不好我就走。正是因为前面跑不掉。 所以很多人、很多的股东才会出现一个什么监督成本高昂，对不对？这些人搭便车，我也得累死累活地把企业经营好，对吧？不能因为他们搭便车，然后我也搭便车，最后企业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呢，我要承担一个无限的责任，我太亏了，对吧？这边很简单，我就投了一百块钱，你还让我怎么样啊？你还让我把青春和生命都奉献这个公司啊，对吧？大不了亏了我这一百块钱，我认栽了，这是我可控的风险。 对吧？所以这就大大降低了什么呀？我们的管理成本减少了什么呀？交易费用能听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原来是，哎呀，我投了一百块钱，我也得怎么样？心力憔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不我会因为我投了这一百块钱倾家荡产。现在爱死不死，爱活不活，对不对？不用管了。所以这是我们有限责任它的优点三点。那么缺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虽然我们有限责任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 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经营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包括什么呀？外部债权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身上。股东呢，可能产生不谨慎的投资行为，做出错误的经营决策，间接损害了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这是不是很简单呢？原来我不管你决策的质量对与错、好与坏，对，反正你欠了钱就得还啊，没钱就拿血儿抵债，对吧？这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业主制和合伙制，对吧？ 但是到了我们公司制就不一样了，你们做了错误的决策，甚至有的是故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然后怎么样？你们欠了钱，然后你们一拍屁股走人了，说我破产清偿了，那欠的钱谁来还给我呀？作为债权人不崩溃了，对吧？所以呢，这种经营风险带来的损失，最后由谁转移到谁了？由我们原来的这帮合伙人和业主转移到了我们的债权人身上，对吧？ 所以这就损害了谁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那么第二点呢？股东还有可能利用有限责任的制度漏洞来规避法律义务，甚至从事违法行为，做出了损害公众利益的一些行为。因此呢，有限责任制也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监管、市场秩序、社会稳定、公平交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吧？所以这帮股东，他利用这种什么有限责任，他就可劲儿的造，可劲儿的来做什么呀？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决策。 反正怎么样啊？哎，我的风险是可控的，我就投了一百万，大不了这一百万不要了，我就要用这一百万去博那一百个亿，对不对啊？一百万赚个什么？一百零一万我不干，就要博什么呀？一百万赚一百个亿，所以呢，高风险高收益，但是高风险带来的是什么呀？带来的可能就是没法收场的一些什么呀厄运，对不对？那么结合我们第一个缺点来讲的话，那么这一部分风险带来的损失就转移到谁的身上了？ 外部债权人在内的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这些人的身上了，对不对啊？或者甚至都有可能转移到客户的身上。他为了赚钱，他就开始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儿。哎，赚到了就赚了，赚不到，法律制裁我，他能怎么制裁我？只要不踩法律的红线，对不对？刑法的红线最多就是注销我，对不对？最多就是让我赔偿，我没钱可赔呀、啊，那只能怎么样啊？破产清偿啊。所以你看，很多的企业利用这种什么呀，有限责任制度的漏洞，他就做一些什么呀？ 违法违规、违反道德的事情，反正最后怎么样，也就这么着，对吧？你还能拿我怎么样啊？啊，完，我个人资产是个人资产，对吧？我现在是有独立的什么呀？公司的法人资格，所有的坏事都是这个法人干的，所有的事都要这个法人承担，跟我个人没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个法人的背后，他还是个人做的决策嘛？所以，相当于给这些坏人有了一个什么呀？有了一个有限责任制度的什么呀？保护的一个什么呀？保护伞也好，保护屏障也好，对不对？ 那么再来呢？我们看股东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控制权相分离，这也是我们的公司制企业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那么首先，我们说职业经理人出现后呢，决策活动中最需要专业能力的部分由谁啊？由我们职业经理人来承担了。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一项决策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决策的制定、决策的审批、决策的执行和执行监督，对不对？那么其中呢，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被称为什么呀？ 决策管理，对吧？这个是要拍板的。那么决策审批和执行监督成为什么呀？决策控制。那么在我们公司制企业中呢，股东保留了谁啊？保留了决策控制权。职业经理人呢，获得了决策管理权。因为你比较专业，所以你去拍板，对吧？通过你的专业的背景、专业的知识。但是呢，我又不能让你怎么样啊？随意的胡来。毕竟公司是我的，对不对？我只是雇你来帮我经营这个公司。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保留了什么呀？我们的一个，这个控制权。我通过什么呀？我们通过一个决策的审批和执行监督来监管你的决策，来监管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利益在做决策。毕竟公司是我，你只是我的什么呀？职业经理人，能理解这个意思吧？我们说，股东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控制权两权分离呢，是公司治理的一个基础。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很简单啊，现代制公司呢，刚才我们在开篇就讲了，由于公司越做越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么这个所有权和控制权就分离了。怎么分离的呢？这帮有钱的人，我成立啊一家公司，但是呢，我不参加实际的管理了，对不对？控制权我交给谁啊？交给我下面的职业经理人，你们来代替我做决策、做管理，对吧？这个企业我怎么样？只是成立了，你们说的算，但是。 虽然这个企业你们说的算，这个企业还是归我，所以我要保留一定的权利来监督你们，对吧？你们在说的算的时候，你们在用我的公司在做决策的时候，有没有保障我的利益？是不是按照我的利益和需求去行事去做决策，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所有权和控制权就分成两拨人了，所有权归原来的股东、所有人、业主所有，对吧？这个业主加引号啊。那么控制权归谁啊？职业经理人所有。 对不对啊？所以说白了就是高级打工仔就出现了。那么这两种权利的分离，实际上就是我们公司治理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基础。其中最大的优势呢，是可以将掌握资产但是缺乏管理能力的投资者，与呢富有经营管理经验但是缺乏资产的这样一个经理人结合在一起，对不对？我有钱，但是我没能力，对不对？啊，我有能力，但是我没钱，怎么办呢？你们俩结合一下。 你出钱，你出力，OK，一起合伙赚大钱。当然，虽然一起合伙赚大钱，毕竟所有权是归谁啊？归我们的投资人和股东所有的，所以大头还是被他们给怎么样赚去了。但是啊，我们是钱是最重要的资产，对不对？人家赚大头也是应该的。有能力没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对不对啊？所以能力和钱是不能够怎么样啊，成正比的，对不对？你不是说你出钱，我出力，对不对？咱俩一人百分之五十，想什么呢？ 对不对？出钱的一般就占到百分之七十、八十了；出力的一般就占到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就是这样一个分配比例。所以很多我见过很多这个有能力的人，哇，那了不起，对不对？我就是有能力，你就得花高薪，对不对？来雇我，那也只是雇你，对不对？一般我们说以这个技能去作为这个出资的话，说句实话，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如果我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对不对？我可能也就给他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对,对，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我换人。有能力的人还找不着吗？有钱的人不好找，有能力的有,有能力的人很好找，对吧？这就是现实的社会啊！大家可能觉得你胡说八道，对，我们拉投资可难拉了。我跟你讲啊，拉投资难拉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你能力要足的话，你试试投资，哎，满大街都是，现在都是钱找项目，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虽然这两种权利分离，但是谁还是大头？我们说所有权还是大头，是、啊、吧？这是要注意的。 那么呢，我们通过这种组合来实现一个什么呀？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好，这是我们说这个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理解一下就可以了。重要的记住两句话啊。第一句话是什么呀？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是决策管理啊，决策审批和什么呀？执行监督是什么呀？啊，决策控制，对吧？那谁掌握了决策啊控制权？谁掌握了决策管理权？把、啊、它有个印象，作为一个超低频的选择题啊，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再有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说股东财产权与企业控制权分离，是我们公司治理的基础。这句话不需要特意的去记，你要印在脑海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公司治理是以它为基础的，对不对？你只有把它理解消化了，对、啊、吧？张口就来了，对吧？这已经不是说把别人的东西记住了，这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你理解这一章才会比较容易，好吧？所以说这里边就这么两个地方需要大家稍微掌握一下，也是很低频的。 那么再来呢是第三个特点，就是规模增长和永续生命。那么在我们现代公司制度中呢，企业以独立法人的形态来存在，克服了传统的合伙制的退伙啊、散伙啊，导致公司消灭的一个潜在风险。所以按照正常来讲，我们现代制的公司是可以怎么样基业长青的，永远活下去的，对吧？啊，他无论是股东啊，无论是什么创始人呐、啊、创办人呐、啊，他们死了都不要紧，企业会一直在。那么业主制、合伙制呢，他们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相结合。 受所有者个人的因素影响较大，更为关注什么呀？短期的利益不利于企业规模的一个扩大和长期存续的发展。所有者与法人的一个什么呀？哎，财产权的分离，使企业实现了一个永续运行。理论上呢，可以多达几千万的股东数量，极大的怎么样提升了公司筹集资金的能力？公司的规模呢，可以迅速得到一个增长，在很多领域能够实现一个规模经济，迅速提升了运行效率和降低成本。 在市场竞争中呢，取得一个核心竞争力，这是我们的规模增长和永续生命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啊，就大概理解一下为什么企业会规模增长，会永续生命啊？因为原来合伙人就这么几个，能圈到的钱太少了。现在哦，我公司制了，有无数的股东，理论上对不对？每个人给我捐一块钱啊、哦，那就是不少的钱。拿中国来讲，中国就是个大企业，有十四亿人口，对不对？ 啊，这十四亿人口，每人出一块钱，就是十四亿啊，对不对？那每人出十块呢？每人出一百呢？每人出一千呢？哇，天文数字，对不对？所以你说中国要干点什么，那 so easy，对不对？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人多力量大，所以我们的规模增长就比较容易，因为有钱，对,不对，人多投的钱就多，对,不对。为什么会实现一个永续生命呢？因为我们是独立法人，不会因为谁啊，不会因为我们合伙人的退伙啊、散伙啊，导致我们企业怎么样消亡，对,对？因为我们这个企业。 它是一个独立法人，它是以啊股份的形式来存在的。我只要转移我的股份，转移我的股票就可以了嘛，对吧？这个股票和股份一直存在，无非就是持有人不一样，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企业的一个什么呀正常的运行、生存，对吧？所以理解的角度把它掌握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公司制企业的类型。公司制企业呢，主要包括了四种类型，分别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 这个地方作为一道选择题，要掌握一下低频的选择题，有可能会问到你，对吧？下列哪些是公司制企业的主要的形式啊？要注意啊，我们这本书里在后面主要探讨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没有做过多的探讨，所以很多同学在学完了之后，他认为公司制企业就包括了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不对啊，它包括了四类啊。我们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是我们公司制企业的特殊形式。 所以把这个地方要有个印象，好吧？我们公司制企业实际上是四种类型，但是主要讲了两好吧？要提醒大家注意啊，作为常识要掌握，对吧？什么叫常识性的知识点啊？那就是很简单嘛，就是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知识点，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这就叫常识性的知识点啊！有人说这些知识点，我我需要知道它吗？当然需要了，为什么呀？你出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万一遇到点专业人士。 你啪啪啪一说，你、就、说、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别人都不知道，那什么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啊？什么叫国有独资公司啊？对不对？你给他一解释了，立刻崇拜的小眼神就望过来了，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说常识性的知识点啊，是用作你以后出去吹牛用的，对不对？代表你懂啊，别人不懂，他不懂，他觉得有问题，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常识性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好不好？啊，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啊，不要小看这些常识性的知识点。 因为我们在社会中成长，社会中混，基本的这些知识、基本的这些理论不了解，你以后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对吧？好，有个印象。有的时候我废话有点多啊。那我们说公司制企业的这个第一个类型啊，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呢，是指依法设立的，由一定人数的股东出资组成，每个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以及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就叫做有限责任公司啊。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有个印象就行了，对吧？啊，那很简单嘛。有限责任，我们承担的什么？是有限责任嘛？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呢，我们是以什么呀？出资额为限来什么承担责任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公司里的形态是什么？是股份的比例，对吧？啊，我占百分之多少的股份？ 你占百分之多少的股份，这是要注意的。有限责任公司后边我们会讲到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叫股票，对吧？我持有多少股票，你持有多少股票，啊？但是有限责任公司里没有股票，它是按股份走，所以这两个就很容易区分，对不对？那么具体来看啊，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作为选择题大家掌握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数量最高啊，有一定的限制，是吗？二到五十人，不能超过五十人。 对吧？这是要注意的。你的股东，在这个呃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量级。有限责任公司一般来说，我们绝对不能超过五十人，对吧？但是，一般我见到的这个中小微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可能就四五个合伙人啊，撑死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不划分为等额股份，也不能公开筹集股份，不能发行股票。 对于呢，股东的出资的转让限制严格，一般要经过其他的股东同意，而其他股东呢有优先购买权。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到啊，在这儿强调一下，我们说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讲，你想转让你持有的公司的这个股份，你是要经过所有的股东同意的。而我们后面讲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不存在的啊，你想把手中的股票卖了就卖了，你愿意卖给谁卖给谁，对吧？不需要经过其他人同意。 那么第三点，有限责任公司呢，只有发起设立，而没有什么呀？募集设立程序比较简单，可以由呢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发起。什么叫发起设立呢？发起设立是指啊，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当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那么募集设立呢，指的是什么呀？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当发行的股份的一部分，其余的向社会公开募集，或者呢向特定的对象募集而设立公司。 所以你要注意啊，有限责任公司只能什么呀？只能发起设立，不能募集。你说我要成立一个什么呀？啊？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啊，然后我先怎么样自己认购了啊这个啊五百万的这个股份，然后剩下还有五百万，我说向向向这个社会发行股票不允许，股票只有谁可以发行啊？只有有这个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发行，这个要注意，因为那已经属于什么呀？募集设立的范畴了，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有限责任公司，你最好找到实际的那几个人，对不对？向特定的几个人发起什么要约，咱们一块儿成立公司。你不能说你就找到两个合伙人，两个人就能凑到一百万成立公司要五百万，剩下四百万你去向不特定的人去去去什么呀？啊，去发行股票，那哪行啊？对吧？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那么管理机构也比较简单灵活，公司的账目及其呢资产负债无需向公众公开。 那根据我们国家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它的注册资本为呢，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啊，注意啊，是认缴而不是实缴，这个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你去注册公司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写，我想注册个一个亿，我想注册个几千万，你都可以随便写，对吧？大概在几年之后才会查你的什么呀实缴，对吧？实缴就是你必须把这个钱要存到银行里了，看到你的公司的账户上有这笔钱，这个叫实缴。 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的崩溃，他当时创业做儿童的 STEAM 项目，我给他做了一一段时间的顾问，然后他就想拉我入伙，说：“哎，你跟我一块干吧，对不对？啊，我给你这个按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你说的算。啊，咱们到这个工商里边去做个变更。”然后我说：“这个也可以，是不是？啊，反正都干干活干到这份上了。”然后他把营业执照拿出来一看，嗯，一个亿。然后我当时有点崩溃，我说。 您老人家作为一个中小微企业，为什么要注册一个一个亿的注册资金呢？他说：“这不是出去之后，人家一看，人家注册资本一个亿，有面吗？人家愿意跟你签单吗？”我说你：“你你你你知道注册一个亿会给会给你后期带来多大的问题吗？”我说：“首先你要白给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我就不想要。为什么不想要啊？前面我们讲了啊，我们的呃这个公司制企业要在什么呀？虽然是个有限责任，但是跟你的出资额是有关的，对不对？” 虽然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实缴，但是这上面写着杨波占到了两千万，所以万一这个公司有点事儿，我要在两千万内来承担什么呀？承担责任呢？中小微企业的风险多大呀？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对我一分钱没赚到，还给你帮帮了半天的忙，回头我还欠了两千万的什么呀？两千万的债，我的天呀，吓死我了，对不对？啊！而且你想去工商那边去变更的时候，这两千万还涉及到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对吧？我还我我我还要垫这个税钱。 啊，虽然不高，但是也白花的钱呀、啊。所以想了想，好像有点亏，对不对？所以我就说算了，我就是帮忙，你请我吃顿饭就完事儿了。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再想一想，万一过了两天，工商里边说，哎，我们要查你们的这个什么了、啊，实缴资金了啊。那个一看你这里边有个叫杨波的，有两千万的一个什么呀？啊，这个认缴，他、啊、什么时候把这两千万存到银行来呀、啊？对不对？啊，我去哪儿找这两千万呢？找垫资啊？我两千万我还要付一个高额的一个什么手续费？你看。 稳亏不赚的生意，后来我就想算了，哦算了算了算了，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个认缴和实缴的问题。另外，刚才这边也强调了啊，我们说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它是无需向外公开什么呀自己的一个啊这个财务信息的，但是股份有限不行，股份有限是必须向什么社会公众来公开，这是要注意。的。那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呢国务院啊规定的这些什么呀？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的这个资本实缴，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啊。因为大部分公司呢，认缴就可以注册了，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形啊，国家规定你在成立的时候就必须要实缴到位，这个钱就必须要先存进了，这是要注意的，也是很简单可以理解的啊。从理解的角度来记，不要从那种什么呀死记背的角度来记。那么再来呢是第四点，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呢比较简单，股东呢啊。 他会成立一个股东大会，这个股东大会呢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啊，决定了什么呀？哎，公司的一切的事项，由股东呢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一个表决权。所以谁的啊这个出资比例越高，谁的什么呀表决权的权重就越高。那么有限责任公司呢，董事会可以设置，可以不设置。不设置董事会的呢，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有限责任公司呢，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呢一到两名监事啊，不设呢监事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把它记住，好吧？那么再来看有限责任公司的缺点。由于呢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特点，许多中小规模的企业往往采取这种公司制度。由于呢有限责任公司为非上市公司，不能公开发行股票，受股东人数的限制，筹集资金的范围和规模呢一般也有限。 难以适应呢大规模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所以你想想，我最多就五十个股东，所以他的筹集资金的这个能力还是怎么样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对吧？他不像我们的股份有限公司，他的股、呃、股东的数数数目啊，会规定的很大，对不对？那他在融资的时候呢，那就相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对吧？啊，甚至简单来说，对于这种上市公司或者说这种股份有限公司来讲，它的股东的规模可以是什么呀？ 数以万计、数以千计，甚至什么千千万万啊！你看有多少这个中小股民去买他们的股票，向社会来募集资金，对吧？股东自己没有这么多的钱，老百姓有人愿意买我的股份吗？愿意掏这个钱吗？来给我们贡献力量吗？他可以上社会公众募集吗？所以他的融资能力就会比较强。那有了钱就好发展，好办事，对吧？那我们来看啊，刚才说的这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呢，是指将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 那么股东呢，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来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的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这个叫做什么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呢，主要在股东人数、股份形成、还有经营规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设立呢，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呢募集设立的方式啊。所以你看啊，我们的有限责任公司只能采取什么呀？发起设立。 不能使用什么呀？募集设立，而股份有限公司既可以采取什么呀？发起设立，也可以采取什么呀？募集设立，这是要注意的，这是他们第一个区别，对不对？那么对于发起人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国家公司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两人以上两百人以下为什么呀？为发起人，其中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要有住所。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呢，他承担公司的筹办事务。我们国家呢，《公司法》第八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呢，采取发起设立的方式来设立，注册资本呢，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之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呢，采取募集的方式设立的，那么注册资本为呢，在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所以它呢，相对于我们有限责任公司规定的更加严格了，对不对？你必须要缴足，对吧？那么股份有限公司呢，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呢可以依法转让或者交易。那么股份有限公司呢，必须向全体股东以及有关部门、潜在的投资者、还有债权人和其他社会的公众公开披露财务状况。我们前面讲了，有限责任公司是无需向外。 公开披露的，而我们股份有限公司是必须向社会公众来披露。这个披露的内容呢，包括了什么呀？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公司的损益表、还有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等等等这些财务信息，以便我们的股东了解公司的一些什么呀财务状况。